女主播嫁高官，网民话贪钱。新郎系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，新娘就系广州电视台新闻主播张小李，两个都喺广州长大，又咁巧系山东同乡，而家就拉埋天窗。不过大家都系第二。女25年認了第一任太太，最后都是离婚收场。做广州市长期间，大 project 就是筹划广州亚运，四月至做广州市委书记，入选未出身，后来入了电视台，成为新闻主播一姐，还晋身政界，是政协委员。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怕身份尴尬了，张小丽上个月31号正式退隐，声称去外国读书，但就被人踢爆嫁人先至真。张小丽的前夫是广州富商，那段维持了4年的婚姻轰动一时，还要搞到分身家收场。传媒和网民都为张张联婚送上祝福，但都有人大闹，都是贪钱而已。